今天有一个朋友说，我上一次弹的那个舞曲就是弹的哩哩啦啦的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就想说再重新练习一下，因为以前我是学扬琴的，学生时候也很多年没有弹过了扬琴。那因为钢琴家是现成的，还有听说这个手指触碰键盘的话可以健脑，我就把它当做一种健脑的一个运动来做。弹的是非常的不好，我知道让大家见笑了。我仍在努力练习当中，所以呢，今天既然有朋友说这个曲子弹的不好，那我就再重新练习一下，谢谢。